Hello， 各位同学晚安呐、啊！来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关于清洗的事情。这一件双模样清透上衣，好，我现在要怎么洗呢？我通常就是去那个大创，或者是家乐福，或者是那个那个叫什么？差点讲好事多、大润发、家乐福，对，大创，我这个是在大创买的，好，大创买的就是这种。这种洗衣网就想长这样 ，OK 扔了，好，它就这样而已啊。其实这个是洗内衣的，但是我觉得洗这个编织物夏天的很好用，它上下有一个硬壳，好，然后呢，小小的嘛，很好用。我呢通常也没叠，就这样整件塞进去，然后把它关起来。我也没叠哦，你们看到我是用塞的嘛？不要拉到衣服就好，就这样丢进去，然后洗衣机直接倒，好，倒一半是因为我里面还有我其他自己的衣服，然后我就把它倒到里面的洗衣槽，然后我还会加一点点的芳香豆。丢下去，然后开快洗启动，半个小时后就洗好了，拿起来直接晒，就这样子，不用特别手洗，因为只要丢进去就好，它也不会变形，很好用，就这样，这就是这么简单的清洗 ，OK， 连手都不用湿，手都不会湿。洗个澡的时间，衣服也洗好了，所以现在把它拿出来。就真的从里面拿出来，你看里面就是一堆衣服。好，这样很像一些，不要细看。来，我先找到我那一件，它在这里，那个，现在就这样一坨。好，跟着我走，对挖点啊。好，请看天花板。然后觉得很乱，我怕你们看到我家太乱，等下吓一跳。然后老师家里怎么那么乱？我去找一个小板凳，找个板凳椅子。好，让你们看一下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来，我把脚架放一下，看着，真的没有在夸张哦，是讲真的。好，我这里还有晾一条毛巾，好，这样一路过来，全湿的状态，这样湿湿的。好，你看有变形吗？没有嘛，好好的嘛。来，平铺。晾干，就这样会了吗？就这样子，明天早上干了就 OK 了。好，不用整烫，不用再整烫，这样就好了。来看一眼，就这样，把它放着，总会了吧？晚安。